两边各派出三名队员，抽取秦淮相关诗句和成语，不能说话，只能用肢体语言表达，让大家猜测正确答案。每次限时一分钟，两队可抢答，先答出来的队可获得5个金币。他完全看不懂中文，他肯定不行，对，对吧？嗯，那就你就留下来吧，我们三个是、啊。轮着演，轮着猜是吧？我猜不了，我演，咱们俩猜得了。对呀、啊，一开始几个字，5个字啊，4个字，然后第一个字是什么？他请他们讲，那就是这，就这样了。可以啊。好，一博先来演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我看看。好，准备。怎么了？很难是不是？怎么很艰难吗？王一博现在还在理解。上台。OK。好，开始。4个字，第一个字。单踩踩踩。好，八斗，踩个八斗。Battle, 什么呀？抬高八斗，抬高啊，抬高八斗，太棒了！不愧是兄弟，高八斗。来，第二题，拍谁？你们组。好了，4个字，4个字是对的，不能讲话。第一个字，刀，一。衣服，衣冠禽兽，衣冠禽兽，什么禽兽？你怎么？什么呀？时间到。什么呀？青，然后梅，青梅竹马。对，你第一个就快不就行了吗？对，第二个没有嘛？眉毛嘛？这个肯定是衣冠禽兽了。我们这边拍人，谁不？哇，这个兄弟团来了，看看很简单。峰哥怎么了？完了。峰哥，我看看。好，可以，你说的可以。认识，但是不好演是吧？几个字？7个字。7个字啊？这是第一个字吗？哦。一二一起，大胖子，枫叶是对了，风鹅，风吹风摇风倒，很难呢、啊，这个很难，什么呀？晃，我说对了，凤凰传奇的新歌，凤凰传奇出新歌。等一下，上我这里怎么那么难呢、啊？凤凰晃，然后再来呗。凤凰台上凤凰游，这个难，太难了，很难。好，来，真相团再派人。我们要扳回一点颜面了，必须要扳回来了啊！起一个字，4个字。四个字，第一个字。你一。Yes。一报。一清。一。一蝉一眠。第三个字。一往情深。Yes。还说我们呢。一往情深，我不能参与的，我对的。好，是这样，我把我这5个金币送给
真相谈，可以吧？一博，你最后一个题。但字儿多就完了，不会字儿多的。